其实我都想讲少少叫做网台事情啦，即系你大概都上个月发生啦。系啦，大概都延续咗啲时间啦咁样。不过阿晴简介少少，咁我就先叫会讲呢个奥陷你提到咧，不如你讲咗少少呢个网台嘅事件先啦。個事件其實我都係上網輯錄翻嚟嘅啫。咁樣話說咧，就有一個即係男士啦，佢就喺一個香港著名嘅親子討論區裏邊咧，就發文啦，就求救啦。佢就內容就係話咧，太太咧就因為聽信咗一啲嘅勸說咧，就要離佢而去。咁大家心諗，喂，其實只係男女感情糾紛啫，做乜會鬧到變咗網台是非咧？咁原來咧就係話佢太太咧係唔係俾一般人勸退，亦都唔係加入咗咩傳銷組織，而係咧佢聽信咗個外星人嘅說星人，話啦，係啦，就咧離開屋企啊，甚至借錢俾個外星人去做投資啊，要求老公買樓啊，咁令到佢即係類似家破人亡咁樣啦。咁人咧就冇忙嘅，係啊，家未破亡嘅啦家破，OK，啦，咁樣啦。咁呢件事咧就涉及咗就啊，原來嗰個所謂外星人咧，就係佢曾經喺一個網台節目度登場嘅，其實咪唔止一個網台節目，好多個噶，好多個嘅，好多個嘅，咁即係唔其中同一嘅網個台。就係阿卓飛主持嘅節目啦。咁啊，我唔怕開阿卓飛名，因為我直接識阿卓飛啦，嚇都了解佢為人啦咁樣。咁其他就我哋比較少接，即係觸及其他節目嘅名字或者係佢個主持嘅名啦，因為我唔直接識嗰位主主持，持咁我覺得佢講人又好似唔係幾好，咁所以因為卓飛我直接認識佢，咁所以可以講講卓飛嘅。咁嗰位即係叫做關鍵人物啦，就喺卓飛嘅節目度做過嘉賓。係啦，咁樣所以就變咗啲人就會覺得即係咪即係點解會俾佢上咗去咧？佢係咪一個騙子咧？咁都引起一啲網台嘅討論啦，同埋即係到底呢件事屬真屬假咧，都有好多嘅揣測啦。咁卓飛都有其實都有正我面有去聽回少應事少，件嘅，咁亦都有即係嘗試聯絡當事人啦，咁即係了解翻個情況咁樣啦。咁其實我都係聽翻網台嗰度講翻咧，其實即係。卓飛節目度講咧，都有講話，其實即係佢邀請佢上嚟咧，其實就冇話叫做endorse 佢嘅，只不過係俾個説法大家可以即係自己思考一下，到底相唔相信咧？其實即係觀眾係要有個判斷能力咯。係啦，咁其餘嗰啲叫做一個小小嘅個風波啦，咁樣啦，咁就係好多時都係網上面有人整理咗呢個事件嘅始同埋末啦。咁樣其實好似我留意翻啲資訊，好似即係自稱外星人，其實佢係自稱外星人定外星人轉世定係點樣？詳情我真係因 get 為唔我到，唔係好了解外星嗰方面嗰個即係資因為訊啦。我都唔了解，因為我自己都未去過外星，即其實都暫我睇時啦。翻即係人哋展述嗰個説法咧，就會講話其實係呢個女性係俾人奪舍嘅，類似俾外星人咧I 嘅 see。靈魂，即係侵入咗自己嘅身體。咁佢一部分嘅靈魂就係嚟自外星嘅。咁仲有講唔知咩13维度。咁但係嗰個即係具體個维度有咩唔同啊，或者同地球有咩分別啊？咁其實就唔係咁清楚啦。明白。總之佢有啲叫做即係異於常人嘅能力啦。佢咁講。因為我唔能夠掌握成件事嘅全貌啦，我只係掌握到咁多啦。咁我頭先都講咗兩次啦，即係我直接認識卓飛，咁我講少少啦。其實我有時覺得網台節目嘅主持有時真係好無辜，因為點解呢？咁你要去做嗰個節目嘅時候，某程度上你就會邀請啲嘉賓啦。咁邀請嘉賓嗱，譬如分幾個角度啊，譬如卓飛係講咧節目係UFO 啊、外星人啊，當然涉及其他嘅一啲神秘學嘅一啲題材啦。咁某程度上，我睇過佢有一啲集數都會可能邀請一些佢自稱俾外星人有老老劫過怪我啊，去 UFO 嘅女士啦，我記憶中係女士嚟嘅。咁另外，譬如啱啱你講呢個自稱係叫做咩啊？奪奪舍舍啦，咁樣各種各樣。咁喺個主持嘅角度嚟計，係好難把關嘅，因為我唔通我有個科學驗證，哦，驗證佢係啦，咁驗證係就唔係超越咗神秘學陰謀論啦，已經直情係嗰啲係事實啦，變新聞啦。咁頭先起個科研技術啦，甚係啦，至即係我哋都講第一集都有講咧，就係話或者上一季嘅都市黑幕都有講啦，陰謀論啊、神秘學啊，即係叫做咩都好啦，最難嘅就係最難去判斷就係某程度上呢啲嘢係冇辦法有一個客觀嘅科學驗證去判斷是或者非。咁其實有時某程度上可能鬼神都係噶，譬如有一個鬼上身，咁到底佢真係鬼上身還是精神病？又係當然科學係驗證到，但係有時
佢真係鬼上身，你未必係科學去判斷到佢係定唔係啊嘛。今日講翻卓飛，我覺得就佢個節目係需要不斷有嘉賓啦，佢有時佢自己講，有時會嘉賓，有唔同嘅經歷。咁佢叫個嘉賓冇辦法去驗證到。咁如果嘉賓如你所講冇 endorse， 咁我知道有一啲佢據阿卓飛嘅版本就講佢可能有一啲 event 裏邊咧，佢就冇得過得到阿卓飛嘅同意之下，就賣一啲可能佢自己做嘅一啲飾物啦。係咪佢算有特別嘅一啲 hero？即係叫好似話有啲治療作用，即係我諗係類似水晶嗰啲，即係可能帶咗心境平靜嗰啲啦。但係即係實際個作用係點，我冇帶過又講唔到啦。咁佢嘅卓飛嘅講法，即係神盡快嗌停佢。哇！咁又唔係好合適喎，呢個場合亦都我哋做一個分享會，而唔係賣。咁我覺得都冇法子做個主持，有時有某程度上係要冒上咗呢啲風險，係都唔知。冇辦法去 100% 確保嗰個當事人嘅行為到底係咪為大眾所去接受呢咁樣。咁當中裏面呢啲細節誰是誰非，因為我掌握唔得太清楚，我只能夠嗰個主持角度話邀請嘉賓，咁嘅角度呢係有咁嘅難處啦。咁同埋我都有少少補充，我都覺得係難在嘅地方就係陰謀論，好似我哋即係第一集講過啦，而家開始即係由黑霧講到而家，其實最難嘅地方就係陰謀論係唔需要證據㗎嘛。或者是你提出的證據，你是難以去質疑他的證據的嘛。如果他證實了就是事實啦，就不是陰謀論啦。咁變咗就有一個即係難處喺度咯，即係點樣確定真偽咁樣，都可能要時間證明啦。係啦，咁所以呢點解講呢件事件亦都係咁啱咁巧啦，即係近期發生啦，咁變咗我哋今集都有少少叫做解開啲真相。其實第一集都係啦，國際會係上一集就講歷史啦，上一集係呢個大和神風擊退蒙古軍啦咁。咁我另外仲有一個少少點樣開手機制、就是、一個意見都想分享翻。咁我睇翻咧，原來就係、是。阿 Chris Tai 即係阿妖言惑眾嘅其中一位主持啦，及佢阿 Chris 自己都有個節目係叫做漫遊古文明哦，如果冇記錯，希望冇記錯，唔好意思啊。咁啊就阿 Chris 都有講，我想 call 翻佢講個對話，都係關於呢件事件啲回應啦。咁阿 Chris 就話啦，佢覺得近年咧有一個風氣就係乜嘢咧？我好中意呢一句，所以我特登 call 出嚟，就係傳統學説咩都係謊言嚟嘅，網上流傳咧就係咧，先至講係呢啲。事實係你不過咧真實嗰陣就唔想俾你知啊，喺網上先流出嚟嘅。咁阿 Chris 就講啦，我照原文照錄啦。如果大家呢、這個認只有呢個觀念咧，係非常之危險嘅。有冇考慮過網上資訊俾人而操控啦？更甚者，網上發布嘅係唔需要附任何資料核實。如阿晴所講啦，唔使作證嘅喎、啊。我話我靈魂飄到唔知冥王式翻嚟都係可以。或者我而家個人喺直播室，但係我個靈魂可能喺第二個維度做緊其他嘢，其實你係難以去證實。係啦，咁講咩？佢準備講啦，曼德拉效應。咁啊 ，Chris 就講啦，就算佢係網台主持啦，都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嘅理性同埋邏輯去審視自己所見所聽啦，唔好盡信。更加不要迷信，是啦。咁我覺得呢幾句咧都幾啱我哋在情浪式星空解密去用，就係、是、因為我哋都係勸你唔好迷信，係啦，唔好諗住陰謀論一定啱。正如阿 Chris 所講，好多時傳統嘅一啲資訊都啱。譬如舉個例，九一一咁，好多人陰謀論嘅講法就係話，其實美國自編自導自演啦。咁如果用阿 Chris 個角度嚟計，咁其實大家其實可能可以相信翻主傳媒，咪話俾你知。是一個艾蓋達咁樣拉登背後策劃，跟住咪撞一部機落去，咪咁咯。咁點解唔可以信得簡單啲？係咁，當然你有權選擇信一個比較複雜嘅版本啦。